外30度高温，台中建国市场棚子下挤满人之外，排队队伍超过100公尺，绵延至人行道看不见尽头。时间一到，发放号码牌，现场600多人都是为了好康而来。两张。台中市物条券第二波发放，20到21号在指定市场商圈拿100元现金，就可以兑换200元的商品兑换券，等于买东西可以打五折。啊，我来买鱼啊，买猪肉，啊，买菜来吃呢。啊，真好啊，系啊，安尼会使省足侪钱啊。虽然每人一次现换400元兑换券，但可以一排再排，阿公阿嬷不用上班都来抢便宜。我下排1200块啊，650块1200块，我买不完。对我们摊商的业绩都帮助很大。不过数量有限，晚来就领不到了。台中第二市场就有民众扑空。啊，没有了呀！我上一次来也是9点的来领得到啊，今天就拿不到了。是啊，会不会就很本钱？还好啦，明天不然就明天我要早一点来啦。物条券虽然好用，但要注意有效日直到6月25号，直线领取地商圈使用还得看店家有没有合作。民众小小抱怨，但还是踊跃排队，连带商圈营业额直线上升。记者中二李云杰 SNG 台中报道。